只有男生和女生，完全没有想过男生和男生、女生和女生。时代开始改变，我的想法也跟着改变。上了国中之后，我才发现男生和男生、女生和女生也是可以的。很多有关于要怎么表达的方式，例如张贴海报、参加游行或是入馆分享。那我们的目标是，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思考这个议题。在想了很多之后，我们发现入馆分享是最符合我们的目标。的过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我们不知道该如何问出好的问题引导他们思考，但最后我们解决的方法是我们在访问主任的时候，主任给了我们一些问题当作参考，也更让我们了解这些议题。新的我觉得很高兴的是在和班上同学分享的时候，班上同学表现很热络，很多人都非常踊跃的回答自己的想法，而且我觉得就是班上的同学大部分人其实都是支持多元成家的，这活动我想在台湾应该是可以进行下去的吧，只要一个告诉一个这个想法，我想有一天我们台湾一定也会是开放同性